车主等咧替伊的货车来挂铁链啊，较无等咧就合欢山，袂因为落雪造成地面单骨骨来处理。高雪链哦。嗯。啊，上去收货吗？对。南投县的合欢山是台湾少数会当开车直接就到位的最佳生食地点，因此一路西就会吸引大批民众前往生食看食。为此，南投县政府为着确保民众上山休息安全性，也为即马开始管制四季上合欢山休息车辆一定爱挂四日内规定。啊，合欢山呐，落雪时阵，足侪人拢合欢山吼，啊，也要注意哦。咱即马县政府吼有雪季的管制，就是下雪的时候上山的车子一定要装。那个链子哈，要装雪链才能够上去，因为你不装链子的话，会轮胎容易打滑哈，容易危险。所以请大家，如果听到下雪的气候预报的时候，上山一定轮胎一定要注意哈。另外，合欢山海拔高达3000多公尺，在冬天就算无落雪，天气也是非常寒冷。对着心血管以及血管不好的民众，拢就有可能会马上发作。对此，副馆长陈志清也呼吁，就合欢山铁佗的民众一定要注意保暖。在山上天气蛮冷的，保暖的衣服啦，那个御寒的衣服一定要注意带好。祝大家在那边玩雪玩得很愉快，很开心。每年的正月到三月期间，就是合欢山常常的落雪季节。为着确保民众车辆未出冷，南投县政府为即马开始，拢强制规定民众上山看雪一定要挂雪链啊，确保行车安全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